干什么的？看着也不像后厨的人啊。警报器一响，我可就完了。难道是他点的火？这的火是不是你抽烟点着的？就怪你，你知不知道酒店收购的？你说你早不来晚不来，你偏偏在我开小灶的时候来，害得我被开。那我就只有诚挚的祝福你一下，祝福吃方便面没调料，祝福你买易拉罐没拉环，祝福你定闹钟它不响，祝福你吃什么都不香。我有一道。罗总，不用吃了，没胃口了，端走吧。你们酒店的厨师呢？这水平我们陆总已经领教过了，不要再伤害他了，好吧？别，陆总，这是最后一道菜了，我端都端来了，您就尝尝。怎么端来的就怎么端回去吧，就当这事儿完全没有发生过，好吗？啊？哎，等会儿。看见了吧？肯定直接给倒了。哼哼，是给倒了，全倒肚子里了。等会儿。那个陆总，这道菜您还满意吗？你们酒店经营成这个样子，其实早就应该倒闭了，但没想到厨房里还藏着这么一位厉害的厨师。啊，这道菜叫什么名字？炒饭，耳光炒饭。多特别的名字。那我能不能见一下这位耳光炒饭的厨师？不能，不是那个陆总，是这样的，其实特别巧，那个我们这位厨师啊，刚刚去歇年假去了。炒完饭就去歇年假，真寸呢。哎，对，很巧。可惜了。可惜了。哎，怎么可惜了？可惜你们酒店被收购的价格又降低了。啊不，那个陆总不可惜啊，我现在就让他把年假取消了。